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户世界。今天用茄子搭配肉末分享一道美食，我家每次来客人都会做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将洗净的茄子切掉头尾，然后切成长片，盆中放入20克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腌制10分钟，把茄子腌软。洗净的香菇切成碎丁，放入肉末里，切点葱花放入碗中，碗中放点食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蚝油、料酒，加入一点淀粉，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10分钟以后，茄子已经腌软了，把水分挤出来。挤软的茄子里加入30克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把茄子片放在案板上，放入调好的肉馅，接着从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尾端放一点淀粉，防止会散开来。起锅烧油，把茄子放进去煎一下，把接口处放在底面先煎，小火慢煎，底面煎至定型后翻一面继续煎。两面定型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焖5分钟，时间到关火取出来即可食用。美味的茄子肉卷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外焦里嫩，软糯咸香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